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大家有听到我声音吗？哈，哦，听到声音吗？阿弥陀佛。好，听到吗？哈，声音哈。有。
尊敬的诸位同修，诸位大德，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我们现在哈，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动作。Can everyone turn on your video, please? 师傅 want to see you. 每一个人把你的 camera 打开好不好？师傅要看你啊。首先先跟大家啊，还没跟来研讨。佛法理论啊，我们先来做一个持静一下啊，持静啊，一下啊，持静。这持静呢，大概五分钟至七分钟，啊，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心呐、啊、身心呐、啊，能够平静下来，啊，把这个五分钟到七分钟啊，啊，把这个我们的一切的外缘啊，能够通通放下，把我们的六根呐、啊，能够啊。来摄心这一句名号，所以请大家把这个五分钟，我们来一起持静一下，啊，把你的身心放松，啊，把你的心呐、啊、放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名号上，那我们来做一个持静，啊，如果听到师父的引磬，第一声就是持静开始，第二声就是开静。啊，如果听到引磬的第一声啊，我现在我们来持静一下，大概五分钟，至到七分钟，啊，这个一针有没有？啊，帮我翻译一下这个越南话一下。啊，我们现在要持静，我来持静一下。美珍，你把你的麦克风打开，然后跟把师傅刚讲的，就要大家止静五分钟。听他的那个钟声好不好？阿弥陀佛，皈依龙都啊，别那么的。那比如师父要求我们只等5到7分，这个看到的呢，我们拜到呀。我们持静一下啊，五分钟啊，五分钟，让我们的心啊能够平静下来啊，我们开始。
阿弥陀佛，这个就是我平常还没读经之前，或者拜佛，或者听经之前啊，我平常都是有这种的。真的忘了郑总，我们的那个字幕在哪里？看不到字幕。这个就这样的习惯呢、跟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诵经之前或者听经啊。大家先可以来持静，我平常是半个小时，最多40分钟。平常先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下来，然后专注念这句名号，然后来诵经、来听经那个结果会不一样。所以请大家也可以试试看。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简单为大家说明这个偶一大师临终前为他们的弟子说了几句话，所以这几句话呢也可以为我们很大的启发。最重要它的内容的意思，它在讲什么我们要明白，这个最重要的大家必定要知道。就是偶一大师临终的时候告诉他的弟子，临行真如无多智，一句名号做大咒。这个就是偶一大师临终的时候对于他的弟子所说的一切的重要的语言的交代。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必定要明白他老人家所说的。
这一句话呢，是他藕益大师临终啊，对他的弟子们一种的交代。他说：“我要死了啦。”平常啊，有修行的人啊，在临终的时候，他所讲的话可以说是最善的，跟一般的讲话是不一样。所以古人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鸟之将食，其鸣也哀”啊，人之将食啊，其言也善。什么意思呢？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大这个涅盘经里面，老人家临终的时候，他也没有介绍哪一部经，也没有说哪一个法门，也没有指哪一个法师。阿难尊者就问释迦牟尼佛：“佛在，我们是以佛做老师；佛不在了，我们要以什么做老师呢？”你看释迦牟尼佛直截了当啊，他没有讲哪一个法门，也没有介绍哪一个法门，也没有，他直接讲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只讲这两句话。所以佛一生所讲的话都是善缘的，但是他最后的那一颗，我们相信是必定是最善的。如果不是最善的话呢，释迦牟尼佛不可能讲这两句话。这个是临终。像我有没有跟大家分享，我还记得我母亲，我先跟大家讲一讲，我到现在这个印象还很深刻。我妈妈临终的时候单独对我在我的面前跟我讲一句话，他临终那一刻讲好了他就走了。你看我到现在很有受用，他老人家跟我说，那人啊，生活辛苦没关系，一个人的穷啊，富裕，这个就是命注定的。其实他老人家也不懂什么叫做学习佛法，什么学习圣贤的教诲啊，他一生也没有认识佛法，也没有认识宗教，只是自己家教非常严格。就跟我讲这一句话，人要对得起良心，做什么样的事情，今天钱赚多赚少没关系，心安理得就好了。他就是讲这一句话，做人要简单，越简单越好，不要处处跟人家计较。这个就是我的母亲讲的，她临终的那一刻讲这一句话，所以她所讲的是最善的。为什么最善的？因为她就是想要怎么样来利益众生嘛。佛的对象啊，大家必定要知道，佛的对象都是众生。佛的愿望是什么？希望众生赶快成佛。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就是最喜欢的、最期望的、最愿望的，就是一切众生赶快赶快成佛。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我们众生赶快成佛呢？因为人生真的太苦了。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他会把握这个因缘，抓住这个因缘，好好修行。这一生当中，我能够往生西方净土，那是等于说一生成佛了。所以《大乘经》里面不是跟我们讲吗？一生直至成佛。大家必定要知道啊，老蔡啊，我们大家人生无常。时间一天一天的过，你想一想，
寿命一天一天的减少，你不好好抓住，哦啊，将来呢怎么办？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一生直至成佛，一生哦。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再生生世世再受身了，我们不会在这个生生世世再受身，而且是一生成佛。我们在这个世间要无量劫，要无量生，无量的生死，每一天要面对这个死亡。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辛辛苦苦的累积念佛修行，哎，感觉不错了，时间到了，寿命又到了，又在离开，离开又在投胎做人，这样生生世世过了多久？无量劫。我看到就会累啊，你们不感觉累吗？奇怪，所以释迦牟尼佛称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意思就是能够堪忍啊，能够受苦。但是说实话，我受不了生生世世这样的无量劫以来就是这样的搞六道轮回，你不苦啊，我们看到又苦啊，哦，所以一生不会再受生了，一生直至成佛，圆满成佛。所以老人家所讲的最后的语言是最善的，如果不是最善的呢，他不可能讲这一句话。那偶一大师也是啊，偶一大师临终的那一天，他就告诉大家，我要死了，我要走了啊，我没有什么很多话要跟大家讲啊，也没什么经典跟大家说明啊，我只跟大家讲几句话，不多字。哪一句话呢？一句名号做大咒，一句名号把我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那现在我们要来研讨一下，说实话，尊敬的诸位同学大德，我们现在来研讨一下，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往生，我们有没有福报，这个很重要啊。那偶一大师啊，这一句一句名号做大咒是什么意思呢？我最近呢，思来思去，想来想去，偶一大师这一句话是讲什么。后来呢，我有感觉到有点明白这一句话呢，偶一大师啊，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尤其是我们哈，记得提醒什么呢？你真信吗？你真愿吗？你有真行吗？这个很重要哦，尊敬的追同修大的，你可以去思考啊，这个就是我们当作在研讨嘛，佛法的这些的理论嘛。那我们来研考一下，偶一大师的话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真心？你没有真愿？你有真正去落实？这个很重要。所以偶一大师说了一句话，什么呢？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在于信愿之有无，这个是偶一大师讲的。那我们现在有没有真信？人家说我相信呢，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我相信有阿弥陀佛呢。那为什么李老师、李炳仁老教授，为什么常常告诉我们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呢？为什么一万当中的人找不到一两个呢？那我们是不是属于这一万当中的人呢？大家去思维一下，我有没有真心？
我有没有真愿啊？这个很重要的，不要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啊，业障障碍往生不了，那不是很可惜吗？哦，所以啊，我对藕益大师真的很崇拜，他老人家，哦，他老人家，他晚年的时候啊，他才是认识净土，后来专修净土，专弘净土，所以他注解这一部《弥陀经要解》啊，我感觉我很感恩，感恩谁？我们师父老和尚，大家有因缘可以去听。哪一部呢？就是1993年的那一部，师父在美国讲的，啊，老和尚在美国讲的那一部，如果我记不错的话，1993年，啊，这一部《弥陀要解》，老和尚为我们说明了，我非常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所有的问题，全部的疑问，都在这一部经里面，全部已经被我的全部都已经解答了。最特别的这一部经，他又讲了一件事，我们这一生能够怎么样，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无尽的庄严，无尽的美好，它建立在哪里？就是能够待业往生。这个就是弥陀要解里面藕益大师所讲的，西方净土为什么能够庄严超过死亡诸佛国土，就是因为它能够淡业往生。所以我们听到这一句话呢，整个人的心就平静了。所以这种的因缘非常的强啊，非常的殊胜，我们必定要珍惜啊。所以我们的老同修，诸位同修们，记得这个法门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关键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报。藕益大师、印光大师非常的一生啊，不遗余力都在提倡，都在赞叹藕益大师。你想一想，藕益大师这一生啊，他30多年呢，投入在哪里？都在学界啊。所以印光大师对于藕益大师的称赞是不遗余力的。那你想一想，印光大师大家都知道，都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如果大势至菩萨这样的称赞，那我们想一想，藕益大师如果不是阿弥陀佛，那就是观音菩萨之流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大势至菩萨的这样的称赞呢？所以我喜欢看他的有一本书叫做《净土旨要》，非常好。哦，那关键现在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报？记得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个的，你有没有福报？我记得哦，不是今天，你念佛念多几声没有？你有没有这个福报？记得，大家必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要靠我们的福报。这个福报要怎么修呢？大家必定要知道，如果你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福报都没有，那你三善道人的福报也没有份了。哪怕是你来得人身，你也是能够下品的人啊。福报很多种啊，第一个，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要靠我们的自己的福报，没有福报啊，真的不行啊，障碍很多啊。这个来研讨一下。哎，你看那一个什么，那个我跟大家来讲几个故事啊，
这个比喻，大家希望能够来思维一下，为什么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的先要培养福报。所以你看戒律三福，释迦牟尼佛告诉维提喜夫人，你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首先你先必定要修净业三福，因为净业三福是三世一切福的正因，你没有这个福报你往生不了啊。所以他叫他修净业三福，道理在这里啊。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福报呢？看你们自己啊。最大的福报临终的时候他没有障碍，自由自在的，甚至于最大的福报能够预知死志。所以我常常在说，我们真的很有福报能够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念佛法门，能够待业往生。你想一想，你要了生死出三界，从小乘出果来讲啊，从小乘的，不是大乘法，是小乘法来说，你想要了生死出三界，首先必定要断烦恼。断什么烦恼呢？经典里面讲的八十八品见惑烦恼。你想一想，你要断了生死出三界，首先你必定要断烦恼，所谓的八十八品见惑。见惑归纳五大类，第一个叫做邪见、身见、见结、见取卷、戒取卷。你想一想，你要一关一关的去打破，你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啊。那净土法门不用这样的，净土法门直截了当的，不用一层一层的。你想一想，只要你能够辅助你的烦恼，你能够控制你的烦恼，你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叫做什么？念佛功夫成片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众生的烦恼就如同好像野草一样，野草啊，这个野草长出来啊，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啊。我们的烦恼像野草一样，那阿弥陀佛像什么？像一个大石头，用这个大石头把这个野草压下去，虽然它的根没有断掉，但是它能够辅助。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你没有，你的烦恼没有断掉，只要你辅助你的烦恼，你能够待业往生西方。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永明演说大师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虽然我们带了这些的烦恼，但是你见到阿弥陀佛，没有不开悟，没有不成佛这个道理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好在这里。所以大家必定要珍惜。那我们今天来讲一讲，这个福报很重要的。比如说以前啊，我用个比喻了哈，你就明白了。有福报跟没有福报的区别在哪里？那我们要属于哪一类的？啊，你们自己去衡量你们自己。如果这一生你真的向往到西方净土，你想亲近阿弥陀佛，你想做阿弥陀佛的弟子，那你必定要学，你必定要修。我来跟大家用这个比喻故事，你就明白了。以前老和尚啊，有一位大护法。老和尚有一位大护法。这个老和尚呢，他的大护法，这个大概发生十几年前，我听悟行师父啊跟我们讲这个故事。这个大护法的妈妈生病要往生。所以这个大护法呢，就请老和尚啊，他派几个法师啊，几个居士啊，到他的家里去助念。所以大家呢，
这个法师啊，就带着这个居士啊，去他家里住念。但是这位老人家呢，没有学佛啊，他生前没有学佛啊。他到他家里的时候呢，这个大护法他兄弟姐妹啊，他有点反对，反对什么？你可以住念，但是不能出声。奇怪，我们去助念就是要让这个王者嘛能够听到这句名号嘛，但是呢奇怪啊，他的哥哥他的这个姐姐他说啊，你可以助念，但是呢不能出声啊。所以啊，一群法师跟几个居士饶着这个王者，就是做什么呢？默字，这个默念佛，正念在心里啊，跟这个王者、啊、用意念的意念的念佛的那一种。我不知道雪妮同修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去助念可以，但是不能出声啊，奇怪。哦，你看，所以呢，这个大护法的姐姐啊，家属啊，就说不可以出声。所以大家在那边默念，念佛念的心里啊，跟这个王蛇、啊、用这个意念啊来沟通、啊、用意念的啊，念了几天了 啊这个真的，他母亲就走了。那母亲往生了、啊，那往生呢，他家属说可以了啊，可以出声了啊，你们要念佛啊，可以用你的声音可以出来了哦。但是你看，大家为这个护法的母亲呢、啊，连续的49天都在助念哦。你想一想，49天呢？我相信在澳洲，整个澳洲，我们去帮助人家助念，也没有这种的殊胜啊。但是他每一天49天哦，24小时哦。轮班来兑换的哦，49天每一天为他的母亲来念佛。你说这个老菩萨福报大不大？很大啊。49天他有没有往生？有，他真的往生了，他真的往生。啊，后来呢，经过灵媒啊，他就跟灵媒讲，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为什么教我念佛？他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又来透过这个灵媒啊，告诉大家为什么教我念佛，问老和尚，然后又为什么要做30信念？啊，这个问题呢，由悟行法师来解答。啊，为什么要念佛呢？由老和尚来解答。你看，问这个两个问题。问好了就走了，这个有福报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叫福报。不像我们现在，你看疫情发生，这个疫情我们看到很多佛友的母亲亲戚朋友，你看往生了，没有一个人想要去助念的，不是不想去啊，不敢去啊。你看，前两天我佛堂的一个大护法啊，他哥哥往生了、啊，才一天而已，隔天就马上火化了，没人敢去啊，没人敢为他助念呢、啊，所以问我师父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没办法，前两天呢、啊，我的一个大护法，他的哥哥啊，还年轻啊。51岁啊，洗澡的时候摔倒啊，一摔倒了，受伤了，隔两天就走了。你看，所以你看这个状况，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的，我常常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现在的事，不是临终的事，临终靠不住啊，你要来为他助念。真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之后来为他助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不多啊，很少啊，
所以我常常讲，往生西方净土是现在的事，不是临终的事。所以首先培养我们的福报。哦，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比喻嘛。你看那个阿瑟四王，临终的时候，你看他犯了忤逆十恶啊，果报就是在五间地狱啊。他的那个相所显出来的就是无间地狱的，但是你看他老人家，他有福报，遇到好的大善之士，就是释迦牟尼佛，劝他相信阿弥陀佛，你要忏悔，你要改过，你要发愿。他真的十念里面，他真的拼命的念，后来真的往生西方净土。这个就是讲福报。那是不是也是看到很多那些老同修念佛念了二三十年，到最后没有福报啊，随着自己的习气业力业障啊做主，所以啊，听到名号，听到这些阿弥陀的名号，都有时候感觉很不高兴，不欢喜，很讨厌。我看的很多啊，这个事情发生很多事情啊，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那我们怎么样维持我们的福报呢？那这个很重要了，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怎么样来维持，要怎么样把我们的福报能够维持，起码也不会堕在三恶道。如果这一生当中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起码人天福报能够保住。那怎么样维持我们这个福报呢？没有别的，就如同释迦牟尼佛以戒为师，没有别的路了。你要靠这个戒力加强我们念佛接近的名号。那为什么要以戒呢？来加强呢？很多人跟师父讲：“师父啊，此戒不方便啊。”为什么不方便？绑手绑脚的，不自由不自在，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还是干脆念这句阿弥陀佛就好了吗？对啊，我也是一样啊。说实话，我也是一样啊，很简单嘛，四句话，阿弥陀佛，很简单嘛。下面那一张，哦。这个我们必定要知道的，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临终的时候劝导我们要以戒为师？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连我们净土中的十三祖，从第一祖到第十三祖印光大师，没有一个祖师都劝导我们要以戒为师。这个必定要知道的。不是说哦，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过了，我什么都不要，那怎么行呢？这个就是证明我们的习气重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都不能得力呢？你看，啊，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发生在台湾。你看我们的习气这么重。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了，但是这个我是听一个居士啊，六合净宗协会的同修啊，高雄啊，在他请我吃饭嘛，然后呢，他跟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蛮好笑的。所以偶一大师啊，常常讲，在这个毗尼四义集要，这个毗尼四义就是专门讲比丘戒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偶一大师花了三十多年都在投入这个戒律，把一半的生命啊投入在戒律上。所以偶一大师在这个毗尼四义集要里面呢，啊，专门讲这个比丘戒里面，他说啊，此戒念佛本是一门呢，净戒为因，净土为果嘛。你怎么能够把持戒舍掉呢？本来是两只脚啊，
好好可以走路啊，你把一只脚拿掉了，拿走了，你走路你能不能呢？很难啊。你看藕益大师都在讲啊，持戒念佛本是一门啊，境界为因，净土为果呢。你怎么能够把持戒这个道理，这个重要的事情把它舍掉，说我不要了呢？大家必定要知道，我们的习气太重，烦恼太重了。啊，你不相信？问老蔡啊，管师兄啊。你看你们每一天，烦恼多、习气多，还是清净多？你们自己去想一想，我们的每一天的烦恼有没有每一天增长？我们的习气有没有每一天增长？还是我们的清净心有没有每一天的能够越走跟我们的自信有没有接近呢？你自己想一想，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藕益大师告诉我们持戒念佛本是一门，你怎么能够变成两门呢？你怎么能够上开呢？不可能。我来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在高雄嘛，有一位老同修，他讲他的朋友，他这个朋友呢，在一个道场做义工，也是退休的人了。因为啊，他每天在那边做义工，啊，看经啊，听经啊，那发现呢，自己的习气还蛮重的，所以啊，发愿想在这个道场住三个月挂单。啊，所以跟这个道场的住持法师说，我要住三个月，在这里挂单。他每一天呢、啊，他的师父呢就带着他到四楼，啊，四楼做什么呢？打扫这个大殿。哦、啊，大家听一听，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的事情？哦、啊，去观察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的事？然后呢？有一天呢，有一个小朋友，大概十七八岁的一个男生，他在下面呢、啊，啊，在打扫，刚好在擦玻璃，不小心呢、啊，把这个玻璃呀、啊、破掉了，破掉了，他讲的。然后这个小孩子呢，就跑到第四层楼，啊，一跑一跑，这样。然后呢，师母就问他什么事。小朋友很可爱嘛，有什么事？真的是这样。他说没有，师父，对不起，不小心哦，把玻璃呀、啊、破掉了，怎么办呢、啊？哎，师父很慈悲啊，啊，师父没有骂他哦，师父说啊，哎，无常，无常。大家一定要知道哦，遇到什么事情，逆境也好，或者家里丢了什么东西。哦，你要想起这个法师，哎，无常，哦，管师兄，啊、哦，无常，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啊，这个老和尚讲这一句话，安慰这个小孩嘛，啊，就安慰这个小孩哈、啊，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无常，没关系，破就破，就换新的吧，哦，然后那位义工啊，那位老居士啊。就很大声喊过来，你看哦，你看哦，喊出来，他说：“哎，别呀，玻璃破去呀，六千块哎。”哦，这个老居士啊，啊，听到这样不可以啊，你怎么能够说不可以呢？玻璃破坏掉要赔啊，尤其现在六千块呢。哦，那个老居士，你看听到这样要喜气呀、啊，开始又骂人了。你看，开始又骂人了。这个小朋友本来很安慰的，一听到这一句话，开始不高兴了。你看，所以这个老和尚啊，赶快教这个小孩子啊，啊，你赶快下去啊，没关系，无常啊，无常。哦，但是这个老同学不行，你怎么破坏道场的藏物呢？必定要赔。呵呵哦，那个真的好严格啊！你看，后来呢，这个老法师啊，就跟这个老居士讲，他说：“你看，你不是说你要来学习嘛，你要修行嘛，你遇到这么小小的境界都受不了了，
你怎么修行呢？奇怪呢？你看，玻璃破就破了嘛，你干嘛去骂人呢？哎呀，不是故意的，啊，还不小心啊，就破就破，换就换嘛，你干嘛生气？干嘛骂人？你看小小的境界你就受不了了，你怎么修呢？你不是跟我说你喜气重吗？你的烦恼重吗？你连小小的事情你就控制不了啊，怎么遇到大事呢？小不忍则乱大谋嘛，你连小事都忍不住了，怎么遇到一些大的事情呢？啊，所以这个故事啊，也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像这样？哦，所以遇到什么事情啊，不要动不动发脾气。啊，这个故事在提醒我，真的，我也在提醒我。啊，先前两天，啊，不小心，我骂我们印尼的一位同修，一位护法，不是骂他，是提醒他。啊，其实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你看，我是提醒这个居士，你看，他五天不跟我跟傅师傅讲话，你想五天呢？不跟师傅讲话，你想，师傅只是骂他两句话而已啊，说不可以这样啊，他不高兴，回去啊，不跟师傅讲话，他也是干部里面的一位护法，啊，我说不行，不可以这样做，做事要如理如法，对得起三宝，对得起佛菩萨，啊，这样他就不高兴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喜气啊。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从这个角度我们必定要知道，持戒本来是一门，不是两门，下面的那一个尊重，下面的那一段，所以观无量寿佛经也是说过这一句话，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它的原理就是什么？心净则佛土净嘛。那心净从哪里来的？从戒而来的啊。等觉菩萨他要达到妙觉这个果位，记得啊，等觉菩萨要达到妙觉这个果位，妙觉就是成佛的果位，他怎么提升他自己的境界？离不开戒律啊。不是说我念佛就好了，对啊，你会念吗？你怎么念佛啊？你念佛的时候你心有没有散乱？你念佛的时候，你这一年里面，你这一个月，这一天，这一个礼拜里面，你念佛每一天，你的烦恼有没有减轻？你的喜气有没有减轻？你要来观察到这一点啊。你看那些老菩萨在高僧传、往生传里面，他们能够这样，也不学经教，也不持戒，他为什么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心不一样嘛。他们的心是纯净的、纯善的，他们一心一意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是二心两意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区别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你念佛不能得力，你不能怪祖师大德，怪你自己没有真正在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你怎么成就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原因呢。所以啊，郑总啊，下面的那一句，所以清朝啊，彭巨清老居士，你看彭巨清老居士是一个老同修，有修行的人，他一生讲了什么话呢？一句话，戒净则心净，心净则土净啊。这个是彭巨星老居士所讲的。清净从哪里来的？从戒嘛。
这一句话大家好像，哎，我好像懂啊，大家都会念嘛。你问我们的这些老同修，他不会念，几乎都会念的。你见他念，哎，境界则心境，心境则土境。我相信老财也可以念了，你也会念了，大家都会念了。但是真懂有没有？不多。那么这个心境从哪里来的呢？彭居士老子就跟我说话讲，心境则土境啊。所以你必定要持戒，要严守持戒。那为什么要持戒呢？因为我们的习气烦恼太重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生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你看，你要学佛，首先你要受五戒，很严格的，尤其在家居士啊，在家居士五戒必定要修的啊。所以你看，净业三福把十三业排在第一，五戒排在哪里？第二福啊，具足众戒。具足众戒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五戒这个意思。所以二福建立第一福的基础上，五戒十善，五戒离不开。因为我们的身口七个恶业，从杀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语，你想一想，这个七个习气啊，七种的习气啊，我们每一天都有这种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的毛病，每一天都犯这种的毛病，犯这个身业跟口业啊。你把身口业两个都很难克服了，你怎么能够来帮助你心清净呢？所以下面我们的师兄郑总，大家都会念无量寿经，我们呢、常常把这一品啊疏忽了。如果不是重要的话，阿弥陀佛不可能这样说。你看这个无量寿经大家很熟啊，我都不会背啊，我说实话，我到现在不能背啊。你们相信，我也相信你们大家都背起来啊。你看无量寿经第二十五品的往生正因，阿弥陀佛怎么说呢？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嘛。你看，这个是阿弥陀佛讲的，你发菩提心呢，持诸境界，坚守不犯。你说持戒不重要，你怎么说持戒不自由不自在，绑手绑脚？刚开始虽然有这种的习惯，但是慢慢的自然啊，这个心跟这个戒、相应的，它自然啊会克服了。你从五戒开始，你这五戒里面你难，你从第一条开始，我不杀生不脱道，慢慢一条一条的去增加。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话，祖师大德也不可能这样讲。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知道。所以你的福报又从哪里培养？从戒而开始的。这个就是藕益大师所讲的，念佛法门本是一门，持戒念佛本是一门，怎么能够把它分开呢？所以啊，你要发愿，你要发菩提心。什么发菩提心呢？我来发愿持戒，然后来落实在念佛，会相应啊。你慢慢会了解为什么祖师大德印光大师在这个净土指要里面，他讲了三个条件。他说念佛的人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具备这个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必须修境界，然后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是印光大师在净土指要里面把我们这个
纲领原则上的念佛往生西方的重要性讲出来的三个条件。第一个，你必修境界里面你必须要修的，然后呢意向专念发菩提心，这个是印光大师所讲的，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话他也不会讲这一句话。那为什么祖师大德看到要讲这一句话，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我们持戒？因为我们众生的毛病太多了，那毛病太多了，习气太多了，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能够得力呢？所以先必定来消业障，来断除我们的烦恼，来辅助我们的烦恼，用这句名号，然后来持戒，持戒来念佛，你就明白了。所以啊，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哦，老蔡、管师兄，哦，还有其他的同修，记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有福报，没有福报真的很辛苦。不要到最后的时候靠一些助念来为我们助念了，我告诉你很难。你看这个疫情发生了，谁能够预料呢？没办法哦。所以啊，往生西方净土是现在的事，不是临终的事，临终靠不住的啊。这些助念团只是建立方便跟大家借个缘，这些靠不住的，能够靠得住的，好好培养自己的福报。那怎么样培养呢？除了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作为我们的靠山，我们也要持戒。为什么？维持我们的福报，希望能够将来我们的业障不要现前，能够像我们中国讲的最后能够善终，善终才能够有好的开始。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就是佛法的理论，大家都知道，关键有没有能够去行持，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讲啊，真的人生无常，确实很苦，将来会更苦，因为这个世间的人，人心每一天都在变坏的，只要人心没有改变，没有来断恶修善，灾难会一年一年的严重，天灾人祸会一年一年的严重。所以把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这个因缘不能放过，不要等待来生。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以十方三世一切佛在弥陀经里面他说了一件事，他说什么？他说我内心啊有一件事很欢喜，我的内心里面很高兴，有一件事情啊放在我的心里放了太久了，想要跟大家来介绍，想跟大家讲，没有这个因缘啊，今天这个因缘到了，我要跟大家说，我要跟大家说明，如果不跟大家说啊，那最对不起大家。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什么呢？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什么事情呢？希望众生赶快成佛，不要等到来生。怎么赶快成佛？用什么方法？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用持戒。这个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藏在他的心里藏太久了。不仅仅这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是最喜欢的事情，希望众生赶快发愿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啊，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这个每一个人要发愿啊，记得发愿什么呢？发愿我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我要了生死，我要出三界。你要发这个，每一天要发这个愿，把你的心发出来，把这个愿发出来，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做什么样的功课，处事待人接物，什么样的人你遇到了，你要发这个心，我要跟众生结好缘啊。不要像那个台南啊，台南有一个老同修，这个是去年我们在台南悟行法师讲这个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了。哦，最后跟大家分享啊，那时间到了，我也不要讲太长。啊，那个悟行法师啊，他说台南有一个老同修，他每次啊做三十七念啊，我们会念忏悔文嘛，然后会念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把他的五百愿容纳归纳称为四弘誓愿啊，就是这个四弘誓愿嘛。然后这个老居士呢，那发这个愿呢，我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他最后讲一句话，我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有一个人我不想度。这个是悟行法师讲的了，他说我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有一个人我不想度。他说啊，悟行法师问他是谁呢？我的先生。你想一想啊，哦，那个冤结不知道怎么结了。你看他怎么称赞他的老公？你看，悟行法师就跟他讲，不行啊，你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你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吗？你怎么不能度你的先生呢？你连先生都度不了，你怎么度别人呢？那个人真奇怪哦，愿是发了啊，但是这个仇恨还在啊。你看，这个不是真愿啊，发愿要真的落实在生活啊，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正经，你要发愿，你要落实啊，发什么愿呢？今天谁来对待我？不是他们的错，是我的错。我这一段时间可能过去跟人家结了很多那些不好的缘，我现在学佛了，我不要想跟人家结恶缘，我要想跟结善缘。一切的事情都有因缘果报，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是我的错，不是别人的错，我改过我自己，改变我自己。你要这样想啊，学佛的人这样该这样想啊，不是每天看别人啊，说别人不对啊，说哪一个人是错的啊，是哪一个人不会的，那个人不好，这个人不好，不是的啊。哦，所以这个问题学佛要重要，学佛最重要的心改变自己，不是别人的问题。今天为什么人家来伤害我们？可能过去生我们伤害别人，所以你不想人家来伤害你，你千万不要伤害别人。原则就是在这里，因为什么？有因有果嘛，因缘果报嘛。哦，后来这个老同修，哎，这个同修啊，不小心骑摩托车出去被撞死了。啊，这个是悟行法师在这个台南啊跟我讲这个故事。啊，这个人呢也是住在台南，你看他发这个愿，不小心从家里开摩托车出去，刚刚出门被人家撞死了。啊，所以生死无常，大家要明白。啊，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哦，希望大家好好共修啊！因为今天早上来不及跟大家一起地中念佛啊，因为电脑有点故障，哎，不是故障，有点可能我不了解这个句式啊，两位师兄来帮我这个调理了啊，现在可以跟大家见面哦。对不起啊，管师兄，谢谢你啊，对不起啊，郑句式啊，老蔡啊，这位同修。我今天呢、啊，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哦。如果讲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师父。好，我们来回向一下哈，来回向。